十个手指头都不够你贴的。你以为这里是大酒店、小吃店而已，还不招呼我们小姐？啊？你以为这里是大酒店呢？小吃店而已，你自己招呼自己吧。小姐，我走到哪儿都有人招呼我的，你没有资格跟我们小姐说话。 哎呦，酒杯断了，身上了没有？当然摔伤了，我都爬不起来了，痛死我，痛死我，痛痛痛痛痛！嗯，你脏不脏啊？啊，是，地下室脏了点儿。无聊。嘿，哦，小姐，来打球啊！哇，白马王子。嗨。 我叫 Kenny， 啊，我叫贾玲。哎呦。